干嘛来五岭吧，上五岭，第一。阿妈，你会寒呗？我穿安尼啊，穿衣袜落去啊。穿衣袜落去啊。到家就去穿衣袜。哦。你有打卡、啊？你先摸那个栏杆，摸一下。你摸。阿公阿嬤过来，福寿山农场，就在这里啊。那我们现在去，还在位置。那往后面走啊。往那边走，鸳鸯谷那么远，还要行。还有苹果，苹果跟有个苹果王啊。后面啊，走。来，左边乱摸，你看有没有人在摸？从那边走啊。宋庄，宋庄在哪里？宋庄在那边。行，呼吸新鲜空气呢。这里耶，刚刚看到他。对吧，慢慢来，没来，地图都制作中的啦。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男的？等你音量嘞，我来听。啊，好了。我要听到你的。跟你讲，不相信。到啊，鸳鸯湖啊，嗯哼嘛、啊。好远哦。对啊，对来讲很远，这么神。你的鸳鸯湖这么远？还有啊。海域吧，可是海域不是在那个吗？啊、还是竹子湖。不会冷啊。
梅花，梅花。梅花，这边可以拍啊，还、欸、不错哦，在梅花下拍照、欸、啊，要不要拍？要啊，我们全家，我们全部的人，全斜斜的。没了梅花嘞？没梅花啦，对啊，梅花就是梅啊。梅花就是梅啊，无笑。我想讲这已经是梅花啊。是啊，我分了我。看到了，樱花在开。是梅花。你手上那个比较好看。走吧。可是这个很红哎、欸，啊，五零也有啊。六十也有啊，不是五零的。恁讲这侪话的，我字幕都拍落的嘞。有吗？我们现在有讲很多话吗？对啊。确定。我还字幕君嘞，哎，气到崩溃。你看那边住宿那个房间还不错。谁是字幕君啊？我啊，我该上字幕，你唔知啊。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松红梅。松红梅。什么梅？很漂亮哎。哎呀，对，哦，松红梅。哦，松红梅。澳洲有一种那个蜂蜜啊，马卢卡。就是这个的。嗯。他写的嘛。马卢卡。哦。马卢卡基耶。长知识了没？苹果树哎、欸、，PPAP 苹果树，苹果哇，我要苹果树啊！怎么一颗在外面了？哎呀，有那边啊，这边啊，这边啊，好香哦！嗯，蜜苹果。哎、欸，下面都那个，哎呦，好可爱啊！啊，采收完了那些就是没办法用的啊。好可爱哦！加，哪里有？对啊，暖野苹果。不要啊，怎么他不吃？白雪公主在吃的呢，靠小你。Thank you.
这就是天池，这就是天池。来，要不要来？来拍拍拍拍拍拍拍。这边内底，内底拢迄个宝藏哦。那种宝藏哦，国家宝藏。